收看108年9月13号的港都新闻，我是罗少君。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在冈山走过一甲子的新兴市场，去年因为市场重划加上太过老旧，面临拆迁。不过一年后重建的新兴市场以新的面貌重新出发。高雄市环保局稽查人员主动出击，查获在凤山溪上游的大理石加工厂，将废污水没有处理，直接排到厂区外的排水沟，当场以水污法相关规定进行裁处。高雄市都发局经过通盘检讨之后，针对大旗山地区的在地特色和需求，提出地区发展的三大加值策略，希望为地方发展注入更多的亮点与契机。超过60年历史的冈山新兴市场，因为市地重划面临拆除搬迁的命运，让许多在地民众相当不舍。不过，经由市府、民代及摊商的共同合作下，另外选址重新开幕了。现在不但摊位更多，设备也较之前新颖，预计将这次成为当地的重要市场。向社会大众、向各位政府官员、向这些民意代表，致12万分的敬意，感谢大家，感谢。接一道冈山区宝米路和国宣路交叉口的新兴市场浴火重生，地方人士以及摊商代表都感到相当兴奋。旧的新兴市场走过了一甲子的岁月，却因为设备老旧加上市地重划，面临搬迁的命运，如今再次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出发。这个传统市场呢，有70多年的历史啊，哈，毕竟呢比较老，然后呢设备啊各方面的环境呢比较稍微小了一点，也不太环境也比较传统。那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改建之后呢，整个新兴市场呢，能够摊集贩的那个面积增加很多。新的新兴市场由高雄市府提供土地出租，由冈山的摊贩协会出资新建营运，树立了合作的典范。同时，市场内有超过200个摊位，许多传统眷村美食也都原汁原味的保留，提供在地民众更便利又干净的购物空间。短短1年多，就让这个新市场呢重新的开幕。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新市场呢，哈。可以预期呢，未来这个地方呢，将会是呢北高雄啊哈南北货重要的集散地方。在市府跨局处的协助下重新开幕，除了创造高雄传统市场转型的新模式，也预期未来新的新兴市场将重拾过去的荣景，再次成为当地民众生活的美好回忆。记者潘志光，高雄报道。有猫咪里长之称的丰裕里长谢习元上任之后，就致力营造丰裕里成为友善动物的社区。在打造流浪动物小屋、干净喂养之后，现在又有新点子，即将在10月6号举办动物游行派对。趁着中秋连假，里长与李明赶工去做动物面具，要为中都打开知名度，也让更多人重视动物环境保育。里长快手描绘出李明想要的山羊面具，阿姨在一旁超级兴奋，因为三民区丰裕里即将举办别出生面的动物面具游行。我也是亲手做的哦，在10月6号要戴上去。哎，对，有没有很期待？很期待，一生中都还没有遇过。是一场为动物跟环境所发生的一个游行，那我们现场会有一些亲子活动，还有面具教学，还有市集，还有美食摊车，然后让。就是真的是让中都啊丰裕里有一次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盛会。一大早里长办公室前就摆满瓦楞纸制作的动物面具，有狮子、大象，还有老鹰，全都出自插画家里长谢习元巧手，趁着中秋连续假期和李明赶工制作。我希望是更多人来参加，全世界以外的人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中都丰裕里这边是中都最大里，但是就是老旧部落。从来就比较不会关心这些议题。为了摆脱老旧社区给人的呆板印象，年轻里长上任后可以说是彻底改造丰裕里，第一步就从营造友善动物环境开始。那我就开始就建构了流浪动物小屋，还有近期的流浪便所，然后让的试看看，让这个社区有可不可以提倡就是动物干净喂养，或还有这些可以改善环境的一个方式。丰裕里长邀请大家10月6日带着宠物毛宝贝一起参与动物游行派对，不用担心没有艺术天分做不出华丽面具。活动当天将有老师现场教学，只要有一颗友善动物的爱心，就能一起为环境动物发声。记者黄俊怀、罗少君高雄报道。
高雄市环保局稽查凤山溪违法偷排污水，大有斩获。稽查人员主动出击，发现凤山溪上游鸟松区某家大理石加工厂将裁切加工过程所产生的废污水没有处理，就直接排到厂区外的排水沟，当场呢是命令停止排放，并且将依污水法相关规定进行裁处。高雄市环保局主动出击，针对凤山溪上游进行专案稽查，发现排水沟内水质异常。专案人员循线往上游稽查，果然发现位于鸟松区的一处大理石加工厂有疑似偷排废水情势。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除了架设缩时摄影机，也同步测量排放水量。这个案子大理石这个案子，大概我们也发现他有偷排这个白色的这个水。那因为他偷排这个废水，我们必须要有证据，就是说我必须要确认说你每天大概排多少量，甚至每天多少时段去做排放。因为有时候去做稽查的时候，业者不一定会很据实的跟你讲。从白天到夜晚，稽查人员连续四日摄影搜证，果然发现工厂每日排放的乳白色废水一天将近有20万吨，已经符合水污法的列管事业。不过因为工厂没有申请废水排放许可，除了是违法排放之外，也将面临停工处分。他排放这个废水，第一个他没有排放许可证，第二个我们也针对他排放的这个废水去做一个采样，那采样目前正在检验当中。那当然采样如果超过标准，我们就会依照相关的一个标准来进行裁处。那另外因为他没有排放许可证，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后续会要求他停工。那当天在现场，我们是已经要求他停止排放。那后续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会要求他停工。目前环保局已经将该工厂未经许可排放的流口采集水样送验，如果超出排水标准，违反水污法规定，最高可处2000万罚锾，呼吁业者不要心存侥幸。记者张世明、黄兰君，高雄报道。高雄市都发局推动城乡发展，在大旗山地区以都市计划通盘检讨后，针对在地特色和需求，提出地区发展的三大加值策略，包括厚实观光产业、文化资产保存再生和医疗照顾服务，希望积极开拓资源，为地方注入更多亮点和新契机。厚厚的一本成果报告是集合大旗山都市计划通盘检讨的记录。高雄市都发局为了推动城乡发展，盘点旗山的产业及人文特色之后，提出了三大加值策略，包括观光、医疗和文化保存，希望打造旗山成为山城九区发展的示范。在我们这一次做都市计划通盘检讨的时候，我们发现到除了观光产业的加值之外，还需要将老人照顾服务以及文化保存活化的部分做更主要的一个引入，那让他的土地更适地适用。追溯旗山发展，从清朝到日治来到近代，当地已经累积成熟的糖业和香蕉等农特产。都发局携手台糖活化糖厂空间，希望以产业带动观光，提出的旗糖园区计划，渴望带来每年超过3亿的观光产值和200个在地就业机会。那因为在旗山这边是三城九区的一个门户的地标，那这边的一些小农跟微型的产业都需要有一个空间平台去做产业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发局也已经跟台糖做合作，将这边打造成一个具多功能的微型产业园区。都发局进一步指出，目前旗山65岁以上的长辈已经达到19%以上，进入超高龄社会，因此在医疗照顾及服务的需求上也必须提早规划准备。我们也将旗山医院那后续要扩充的土地的部分也把它变成医疗用地，那也将配合旗山公所要建置多功能的老人照顾跟活动中心的部分也把它变成机关用地，那预计在今年底可以完成发包施工，那2年后大概就可以完成新建。不论是医疗用地或产业用地，都发局透过整体规划及都市计划通盘检讨，逐一落实定位，希望为地方开创更多资源，注入更多亮点和新契机。记者张世明、黄兰君，高雄报道。
快闪活动可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哦。高雄左营古风社区的太古千岁团在高铁左营站就举办了一场太古表演的快闪活动，也给奶奶卖力打太古，震撼鼓声和不服老的精神，感动路过旅客，纷纷停下脚步，记录这难得的画面。一阵阵鼓声在高铁左营站的大厅响起，不少拖着行李路过的旅客都停下脚步，拿起手机记录这一段精彩的太鼓表演。仔细看看打太鼓的队伍里，有些还是七老八十的爷爷奶奶，虽然年纪大了点，不过长时间练习打太鼓，不但手脚更有力，说话的气力和精神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民众看了他们的表演都掌声叫好。哇，气势磅礴，真的是，虽然是年纪非常大，非常有活力，对啊，超赞的，哎呀，所以你给他们打几分？哦，100分，100分，我想每个人都尽他自己的某方面的才华吧。感觉到我们啊，健康、快乐、愉快，所以大家都很健康、很愉快的参加这个活动。所以打鼓完之后要快闪，要跑，赶快跑呢，跑得动？跑得动，可以啊。哦，最高是98、94、91，这三个老长辈，然后其他都是，最年轻也大概都是快都60了，也其他都是60、70岁、70、80岁都有。这场高铁站的快闪表演是高雄市左营果峰社区太古千岁团由果峰里里长发起，邀请太古老师每周两次教长辈们打太古，不管是打鼓面、敲鼓边，每一个起手式和呐喊声都气力十足。鼓艺不是说非常的好，但是我们是希望他们鼓励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的话来这个鼓励大家，那一起来这个，不要说哇自己年纪大了就不出来，这个他们大家健康快乐，那也是我们大家晚辈们的这个希望嘛。虽然是爷爷奶奶们组成的社区太鼓队，但也学习年轻人来个快闪活动，在高铁站里匆匆来一段表演，让旅客佩服长辈们的活力，也让长辈有个展现自我的舞台。我风心的人在不在？在。记者黄俊怀、赖昌邦高雄报道。高雄最受瞩目的战恶库旋转木马中秋节浪漫回归，去年亮相就受到民众热烈回响，光是社群网站就有超过10万人次拍照打卡。这次呢，还特别推出高港小火车，有导览员讲解港区历史，让游客轻松逛游高港码头。去年高雄最夯的战恶库旋转木马创造10万人拍照打卡风潮，现在呢中秋节浪漫回归，吸引大批旅客前来朝圣。一看到旋转木马，小朋友兴奋拉着妈妈一起搭乘，白色木马缓缓移动，跟着音乐旋律享受幸福亲子时光。他第一次搭，对，就很兴奋，对啊。他说下次还想要来玩。哦，对啊，他说下次还想要来这边玩，对，然后也可以看展览，然后看风景这样子。网站的时候发现他有，就是中秋有回来，然后才来的。战恶库白色旋转木马抢在中秋连假浪漫回归，今年1月底因为合约到期后拆除，如今回归预计又将创造一波网美游客拍照热潮，而这次预计将展出2年时间。去年战恶库旋转木马期间限定的活动就已经创造将近10万人次的到访以及打卡，那在今年我们配合中秋节的浪漫回归，我们期望这一次的效益可以达到5万人以上，然后创造战恶库将近400万以上的业绩效益。除了旋转木马梦幻吸睛，还多了红色小火车行驶在战恶库旁，民众抢先体验。高雄港区土地开发公司指出，这次特别推出的高港小火车有导览人员讲解港区历史，让游客轻松逛游高港码头。毕竟以前这里都还没有开放嘛，开放以后这里还可以，就可以来这里逛一逛，也不错啊。最美的港滨地标战恶库再度打造高人气话题热点，邀您中秋连假来高雄搭乘旋转木马，感受高雄港滨人气魅力。记者黄俊怀、罗少君高雄报道。为了照顾偏乡地区民众的生活，旗津社会福利中心结合在地民间团体，从9月份开始每周规划多元有趣的家庭日活动，希望透过一系列亲子互动、职业探索和创意开发等主题，凝聚社区家庭情感，也充分掌握政府的政策和资源，并能够有效利用。
从今年九月份开始到年底为止，旗津区的居民每周都有不同的社区家庭日活动可以参加。主办单位社会局旗津社福中心表示，为了让活动能更吸引民众参加，这些活动特别串联在地区里和医疗社福团体共同加入，期待以更活泼实用的生活主题凝聚社区和家庭情感，打造友善的生活环境。透过这样在地的资源，希望就是让我们的旗津居民其实除了了解社会福利资源在哪里之外呢，希望透过亲子活动以及是儿少体验的职业探索，希望提升我们旗津居民的家庭功能之外呢，也让我们的儿少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其实都看到很多育儿的资源其实城乡差距很大，那在旗津我们觉得其实旗津有很多在地的一些资源是很好的连结，那在育儿这个部分呢，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有需求。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系列的家庭日活动也特别重视育儿照顾，社福中心结合早疗和抚育工会充分利用游具，让活泼好动的小朋友透过玩游戏训练肢体平衡，也观察孩子的各项发展，希望减轻家长的照顾负担，让孩子的成长过程更快乐。那我们会希望透过外展的连结，然后我们提供很多的资源，让他觉得他带小孩不孤单。那在这个部分，对于生活照顾不要看这么简单，生活照顾其实学问也很大，我们就透过玩的过程当中，让家长和小孩还有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学习，然后运用这个很好的场域，然后来做一些很不错的连结。我们也就是结合区公所这边哈，那旗津里面就是有13个里，那我们也希望13里的里长呢一起进来，就是说帮我们做旗津居民的家庭功能的提升，也让我们在地居民可以有更多的社区意识。社福中心指出，旗津区目前约有3万人，以老年和幼童人口居多，如何提供银发和妇幼及弱势家庭更好的照顾，结合民间团体将社福资源有效运用，是将社会安全网落实到基层的具体作为，也欢迎当地居民把握机会参加社区家庭日活动。记者黄俊怀、黄兰君高雄报道。多次获得教育部典范科大补助的正修科技大学，开学前夕举办新生入学辅导，并由校长送给全体新鲜人3道心灵补帖，包括挖掘内在渴望、克服自我怀疑与恐惧，并喜欢自己。校长期待借由这3大补帖，强化学生心理建设，未来在迈入职场时将可以无往不利。倒数声中揭开红布条，神奇药草铺现身在礼堂的舞台上。随着神奇药草铺的开铺，虽然名为神奇药草铺，但可别以为是真的来卖药，原来这是正修科技大学开学前夕送给全体新鲜人的3道药帖。将药签是挖掘内在的渴望，期待每一个正修新鲜人都可以找出自己内在的渴望。3道药帖分别用金铲子、补充网及浇水器来带出其中意涵，包括挖掘内在渴望、克服自我怀疑与恐惧，以及喜欢自己。校长龚瑞章期盼借由这3道药帖，作为校园新鲜人学习上的精神指标。首先，我们就送给他3贴在精神上的一个指标。第一个呢，就是发挥自己的潜力；第二个呢，能够经得起他们的一些困难跟挫折；第三个，喜欢自己，能够有这个向上的一个动力。这3个的话，就是给他们在这个学习过程里面的一个精神指标。正修科技大学学生人数超过上万人，新生入学活动不仅相当热闹，如今学校贴心安排的希望种子植信念活动，希望让学生4年大学生涯多彩多姿之余，也能够强化心理建设，迎接不同的挑战。记者高雄综合报道。为了杜绝毒品泛滥，高雄市警局针对毒品来源及供应者展开查缉，少年警察队也特别提供少年关怀咨询专线，让家长能够及时处理孩童吸食毒品的问题，特别是开学之后同侪间互动更加密切，希望校区、社区及管区共同结合，3区协力遏止毒品猖獗。参加节目录制，高雄市议员陈洛翠看到少年警察队新兴仿真毒品展示区橱窗里以假乱真的新兴毒品，真的是吓了一大跳。
进来的毒品啊，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一些呢都伪装成糖果包或者是即溶咖啡包啊，做得跟外面卖的商品一样。尤其呢，我们非常担心这些青少年呢，在放假的时候，或者是呢，受到一些呢，同侪之间的一些影响呢，不小心沾染上了而染上的毒品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为了预防啊，预防重于治疗，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透过我们警察局的少年队能够强力的来做这方面的一个防毒的一个工作。咖啡包不是放咖啡，而是新兴毒品，软糖里成分也是毒品掺杂，多达300多样的新兴毒品一步一步吸引民众掉入毒品深渊。而根据统计，吸食毒品人口当中17、18岁的青少年占了大多数，这也让少年警察队决定调整方向。主要是针对毒品的来源跟它的供应者来查缉它的药头，然后断绝它的毒品供应链啊，这是有关我们对这个校园毒品查缉的部分哈，最主要就是溯源抓药头，务必要根绝毒品供应链，溯源抓药头成为当务之急。另外，少年警察队也提供少年关怀咨询专线395-4648，让家长可以协助家中孩子迷途知返。有很多的家长哈，他如果发现这个小孩子吸毒，可能陷在这个天人交战的这个挣扎当中，一方面怕这个小孩子这个深陷在毒品的深渊，让他跟警察讲，又担心他留下前科，那不晓得怎么处理。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少年关怀咨询专线哈，这个部分请那个家长能够多加来利用，好，多加来利用。那我们会提供相关的咨询，那基本上。那个家长如果发现小孩子吸毒的话，那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21条的部分，他的精神哈，主动求治就没有事情，啊，这个部分来这个辅导我们这个家长，然后将这个攻击这个少年毒品的这个药头给他抓起来。少年警察队表示，希望借由管区、校区及社区三管齐下，遏止毒品猖獗，并将毒品彻底赶出校园。记者王思武、潘之光，高雄报道。接下来请看港都生活讯息。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罗少君，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们下次再会。
因为有你，使城市充满快乐、希望和幸福感。让我们给您按个赞。社区里的温馨故事，励志人物，区里花絮，社区营造，所有社区里的大小事都在社区好新闻。高雄是一个充满感情的所在，有趣味的友情，让人温暖的亲情，让人感动的爱情，还有上骨力的热情，拢伫咧上水的你。银发潮流正在来袭，从后面看起来就像年轻人一样。想知道长辈们如何追逐梦想，传承老而不朽的人生观吗？跟着主持人的脚步，一起体验他们的后青春期。做到我没办法做的时候，每周晚间9:30，敬请锁定《100种不老生活》。走在进步的城市里，我们迈开脚步，努力守护属于自己的根。在绝望中看见希望，在错。